丁一凡呢？你想他有什么事吗？问你丁一凡在哪儿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把他叫来！丁一凡，丁一凡，出来！ 确实很安全，如果你不嫌弃，你可以在这儿躲几天，反正这儿有吃有住，总比你在外面惹是生非强。老丁啊，你还是给我好好想想。
哎，小姐，请问曹文义曹总在吗？我们这没有曹总啊，您要找什么地方？哎，这不是样本书吧吗？对呀，可是我们这没有您说的曹总。老丁，老丁，老丁，我糊涂了，我承认我糊涂了，我是小人之心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了，你们老板是不是叫丁一凡？他在吗？犯了小人之心了，你以为你找个陈子明就能要挟我吗？老曹啊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有这本事。哎呀，我是一时糊涂，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？是不是？找陈子明来给我曝光，我有什么可报的呢？说我抢劫，警察能信吗？说我传的你们几个掠夺国有资产，嗯，这是个不错的新闻点，可人家得有证据，他找不到证据他就得吃官司。你以为人家记者是傻的吗？他的大脑结构跟你是一样的吗？哦，依然来，丁先生，把咱们新到的那个西湖龙井给子明兄泡一杯来。好的，算了，曹总爽约，正好我还有其他的事情，咱们回头再聊。别呀，平时请你都请不来，曹总爽约，咱们可以坐着聊会儿啊。快去泡茶。好的，丁先生。嗯，我真的有事儿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新茶在别的地方是喝不到的。说吧，为什么只是老四和二饼？
平静一下啊！我挺平静的。哎，护士，护士，我能进去看看韩笑吗？我不负责这个病人，不负责。哎，医生，我是韩笑的同学，你让我进去看看韩笑行吗？我。主任说了，这病人不能回去。我们是检察院的，检察院怎么了？这检察院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不是，林静，林静，听我说啊，冷静，冷静下来啊。现在好在他已经醒过来了，这就好。我们现在不能着急，千万不能着急。你想想，他昏迷了这么久，突然醒过来了，这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，连接不上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需要耐心，耐心。那两部手机在哪儿？你以为你只是销赃这么简单吗？4万块钱买两部手机，你做慈善的？就是想要那个女孩的手机，没想把她怎么样。谁想要那个女孩的手机？曹总。全名？曹明义。哪三个字？什么身份？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平常是怎么联系的？据实交代。曹明义，他的电话号码。这个卢凯是我们案件的重要嫌疑人，我们要带回去审问。到时候你来个电话，我们把人给你送过去。好，谢谢。喂。哦，好，太好了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哎，主任。哎。他现在基本上心脏、血压什么都正常。现在基本上恢复正常。那天我没看错，我是没看错，我骂他，他就有反应了，他真的有反应了，他，可是那个马小帅，马小帅那天在这儿，他非拉着我，他不让我进，他抱着我，他不让我进，你说为什么？他要是让我进了，就没那。哎，你们别这么愣着呀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黄亮，李丹，给他点刺激，对，给他点刺激怎么样？那天也许正是因为我骂了他，他才有反应的，是不是？李丹，给他点刺激，给他点刺激。听我说好吗？啊，这样，一会儿呢，我们跟医生商量商量，行吗？啊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一会儿商量了，现在就去找医生。医生，主任，怎么了，李希？啊？下去了，没事了啊，别哭了，没事，好了啊，别哭了。我恨韩笑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你不应该恨他，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就因为他是我朋友，我才恨他。我理解。你可能对他有一点失望。不，是恨，真的是恨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会这么懦弱，他放弃了自己，放弃了信任，现在他连记忆都要放弃。他是身不由己，他放弃了你不能放弃。我努力了，我去找他，我说服他，我试图想帮助他。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应该了解我，应该信任我，应该接受我的帮助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接受。我已经做到了我的极限。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搞清楚你为什么怨恨他。但是我希望你心里不要有恨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我最好的一个女同学抢走了我的男朋友。我的这个女同学是个藏族女孩，叫尼玛，文学系的，喜欢写诗。我特别喜欢她写的诗，我觉得她的诗里有一种细腻而富有野性的气质。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谈理想，谈文艺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萌生了想转系的念头。你不想知道我的这个男朋友是谁吗？谁呀？我妈妈的研究生，经济系的。
陈子明吗？是的，最终他选择了尼玛，而医生，你们是来开玩笑的吧？是他怎么样了？能说话了吗？他现在情况不太稳定，不方便会客。医生，我们呢想找他了解点情况，我不占用太多时间，帮个忙好吗？就你们俩吗？是。进来吧。哎，谢谢。您就在这儿看一眼吧。嗯，医生，他这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吗？对。他现在这个伤势对他的记忆。
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，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个生命的奇迹。那丁一凡，是你心里的一个恨吗？很难说不是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夏青。什么？逃跑了？谁逃跑了？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曹明义不见了。什么？起飞，这是一个步骤，也是一种态度。目前对事件头审计正在进行，另外证监会的调查组已经到了锦山，天安路桥的涉嫌内幕交易问题正进行立案调查，我们所针对的职务犯罪这一块侦查工作已经得到了强大的专业支持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等啊，审计只能发现事件头财务上的问题，但是落实到具体责任人还得由我们来办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？跑路啊，盖子现在揭开了，有很多人像惊弓之鸟一样啊，我估计该准备的都在准备，探风声的也都削尖了脑袋。现在我再明确一下，夏青马上开始对卢凯进行讯问，这是目前我们最容易突破的一个点。同时，李大康协调对可能涉案嫌疑人进行初步防范，不能有漏洞，更不能乱来啊！还有那个韩笑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国亮跟医生配合得非常好，韩笑状态正在好转。李大康，你的这个人员调配不合理呀？啊？怎么不合理呀？你看。这个林夕是韩笑的同学，对吧？你让女生帮助女生多方便啊！你让霍亮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去照顾一个女孩，你这没有发挥他的优势啊，不合适啊！就老同志也有官僚的时候啊，霍亮在帮助韩笑恢复这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医生都说功不可没，所以啊，我的人员调配那是相当合理。对不起，主要是我拖了大家后腿。任局、夏局、李大，能不能把帮助韩笑这个任务交给我？我保证有所贡献。我同意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？不要。你没问题的，一定能行。霍亮，跟市局联系，传讯卢凯。好，加油。林夕，你不要太着急了，他是你的朋友，要对他充满爱心和耐心，不要只想着你要得到的，明白吗？嗯，那我先走了，加油啊。
正式开始之前，跟你说几句题外话。这是你第二次走进这个房间，跟第一次有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你被戴上了手铐。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说实话，我想到了，从你第一次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以涉嫌抢劫的罪名被戴上手铐。我们以前认识，曾经有过几次交流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，在这个地方交流和跟在书吧还有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在我们的简徽里有一个国徽和一道长城，明白它所蕴含的意义吗？你看起来非常的茫然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一想。开始吧。张老师，哎，好，谢谢，请来来。哎呀，欢迎欢迎。怎么的？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哎，先甭客气，甭客气。那个前两天曹明约我见面，本来我是想说服他跟你们主动谈谈的。好啊，这是好事啊。不，他什么态度？可是没有见到。怎么的？他无故爽约了，再打的电话手机关机，后来就一直没有见到他。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事儿还是跟你们说说为好。爽约了？哼，是他主动约的你呢，还是你约的他？是他约的我，他说想让我帮他个忙。帮忙？他约你帮忙，帮什么忙？我也是这么问的，但是他没有说，他只是约我到样本书吧见面，说到了就知道了。样本书吧？对啊，啊，就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个丁一凡，这个书吧是丁一凡经营的。这件事儿我跟夏青也说过，这里边不会有什么蹊跷吧？有啊，你想啊。这曹明义没有出现，我在书吧见到了丁一凡，后来我跟他聊了半天，给我的感觉好像曹明义的突然爽约可能跟丁一凡有点什么关系。关系什么关系？哪方面的关系？这个我也说不好。刚开始曹明义约我见面的时候好像很着急，还有点生气，啊，当然不是对我啊。可是，在我出现在书吧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好像消失了一样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；丁一凡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所以我想，可能就是在他约我，到我出现在书吧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在曹明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这是哪天？你什么时间去的书吧？这个星期一下午两点吧。他会不会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儿啊？哎，你跟那个丁一凡都聊了什么呀？你的父亲叫鲁双印，对吗？谈谈你的父亲吧。他早死了。过去的人不值得一谈吗？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但是我会经常的想起他，也会经常的跟别人谈起他。他是一个大学教授，非常的幽默，非常的风趣。他会经常的跟他的学生打赌，如果赌输了，他就会绕着操场跑圈。其实我会下棋是他教我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一起下棋，他会装着输给我的样子。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觉得什么跟你有关系呢？姐，我知道我错了。这里没有你姐，只有人民检察官，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就是帮朋友忙才干了这个犯法的事儿，我已经跟警察交代过了。你是不是特别不愿意跟我们谈起你的父亲？
你老提我父亲干嘛？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吗？真的没有关系吗？好，我给你一点提示。你的父亲是5年前去世的，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到丁一凡的书吧工作。那么你能告诉我当时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再给你一点提示，大藏国际投资公司。能想起什么吗？